第二课，我的活动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诗篇第一篇第二节，起床，洗澡，刷牙，洗脸。洗手、洗脚、睡觉、吃早餐、吃午餐、吃晚餐、吃点心、学习。你几点起床？我早上5点半起床。你几点洗澡？我早上6点洗澡。你几点刷牙？我早上6:05刷牙。你几点洗脸？我早上6:10洗脸。你几点洗手？我早上6:15洗手。你几点洗脚？我晚上8:45洗脚。你几点睡觉？我晚上9点睡觉。你几点吃早餐？我早上6:20吃早餐。你几点吃午餐？我中午12点吃午餐。你几点吃晚餐？我傍晚7点吃晚餐。你几点吃点心？我4:30吃点心。你晚上几点学习？我晚上7:30学习。